bright and beautiful, all creatures great and small. All things wise and wonderful, the Lord God made them all. Its little flower that opens, its little bird that sings. He made the glowing colors, he made the tiny wings. All things bright and beautiful, all creatures great and small. All things wise and wonderful, the Lord God made them all. The purple-headed mountain, the river running by, the sunset and the morning that brightens up the sky. All things bright and beautiful, all creatures great and small. All things wise and wonderful, the Lord God made them all. The cold wind in the winter, the pleasant summer sun, the ripe fruits in the garden, he made them every one. All things bright and beautiful, all creatures great and small. All things wise and wonderful, the Lord God made them all. He gave us eyes to see them, and lips that we might tell. How great is God Almighty, who has made all things well.
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就赐给我清洁的心，紧紧跟随你，我渴慕更深爱你，因你已先爱我。跟随你的脚步，活出你对我呼召，每一天带领我更多亲近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求与我同行，哦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给我清洁的心，紧紧跟随你，我渴慕更深爱你，因你已先爱我。跟随你的脚步，活出你对我呼召，每一天带领我更多亲近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求与我同行，哦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求与我同行，哦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心意，一生跟随你，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会点教会的梁牧师。欢迎你们跟我们一起在网上崇拜。我们的青少年牧师 Pastor Caleb 和 Pastor Jacob 现在为 Milpitas 和 Pleasanton 的分堂寻找新的青少年导师，他们需要男的和女的导师来带领初中和高中的小组，并帮助设计青少年的活动。由于居家避疫的缘故，我们更需要有一颗培育青少年为主门徒的心和创新思维的青少年领袖，帮助我们牧养我们的青少年人。如果你有感动的话，请你发电邮给 Pastor Caleb 或者 Pastor Jacob。 我们过去四个月教会除了聚会受了严重的影响之外，奉献收入也是有三分之一的下跌。我们决计要暂时延后对部分机构及宣教师的资助。我们期望会有不需要增多，而是要尽忠实意的奉献，
预计教会及我们支持的福音工作能够继续的推展。最后，我鼓励弟兄姐妹能准备好参加教会的门徒训练。当牧者们邀请你参加的时候，你能把握现在网上建联的机会，开始学习做主的门徒。下个节日再跟大家在空中见面。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回来与你们一同敬拜。今天我们继续门徒的系列，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门徒的代价。代价这个主题呢，好像很负面哈，但是其实呢，也可以很正面，看你怎样去解读。也许有些人认为信耶稣会觉得很负面的，经常我们会听到他们说，信是可以信，但是不可以太迷，凡事都要适可而止。其实这种说法反映了一种现象，就是人很容易把信耶稣看为解读为一种茶余饭后的那种兴趣，又或者是一种安慰心灵的鸡汤。也许他们会觉得，如果你太迷的话，那就会影响你的生活，就好像你喝太多的鸡汤鸡汤以后呢太多以后呢，对身体反而不好。更严重的，就像吸毒一样啊，你吸毒的话，你太迷的话，不单单影响你的家人，也会影响你的生命。如果这样想的话，其实就像那个图啊，我们是信有神的，但是神其实在我们旁边。当我们生命里面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比如说儿女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我们是临急保神觉临急保神脚就去找神了所以呢，神就修保这个关系。我们将会有很多不同的一些讲座，都很好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财务的讲座有那个家庭的讲座，诸如此类吧，都很好，但是一点都不够。我记得我读神学的时候有很多都有很好的人，他都跟我说你应该把握你年轻的时候来规划你的人生，到我有经济基础以后呢，再去读神学，要不到老的时候你就会很可怜啊，什么都没有了。其实他们的意思是非常的好的，我是很感激他们，但是其实他们不明白救恩的贵重，所以呢，他们先求其他的，再去求神的国还有义。弟兄姐妹，但是圣经的道理刚刚是相反的。弟兄姐妹啊，如果把耶稣信耶稣解读为心灵的鸡汤，其实就像那个潘活华就是所讲的廉价的恩典一样。他怎样说呢？首先他是一个德国的神学家，他认为救恩有两大类，就是分开是有一个负面的廉价的救恩，还有正面的重价的救恩。廉价的救恩是怎样呢？就会好像在市场上贩卖的一些救恩，有如廉价的市场的火饼一样。那些火饼一些货品都在廉价当中被抛售了。其实那种廉价的救恩只卖天堂的入场券不需要说明那个悔改不需要认罪，也没有十架的救恩，也没有复活的大能，也不需要跟从主耶稣基督，也不需要用生命来回应的救恩。刚刚相反，重价的救恩就是埋藏在地下面的宝贝，人为这个宝贝的缘故就欢欢喜喜的变卖所有一切的，它好像一个很重价的珍珠，人愿意变卖所有来换那个珍珠。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让门徒甘愿撇下一切来跟从他。像我小时候，我很喜欢那些弹珠
啊，因为当初很好玩的，但是我长大了，现在我比较喜欢珍珠，因为我知道它的价值很高。所以呢，我们要知道那个价值，我们要有一个价值观，我们才会珍惜，之后我们才可以做那个精明的抉择。同样啊，救恩也不是玩玩而已，因为耶稣用重价买回来的是非常有价值。所以弟兄姐妹，重价的救恩今天透过经文再一次显明，我们要培养我们属天的价值观，我们才懂得去珍惜我们的救恩，做一个精明的门徒。这个流程值得我们坐下来再三的反思，再反思究竟我们有没有属天的价值观，以致我们能够珍惜那个救恩，并且能够成为那个精明的门徒呢？在进入经文之前，我们一起祷告好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圣经给我们，求你先安静我们的心，在进入经文的时候，让我们可以听得明白。正如今天的经文说，有耳听的可以听，感谢你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可以慢慢的在你里面长大。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14章25节到35节，我们可以一起读吧。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顺计发挥，能盖成不能呢？恐怕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圆工，或者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在桌梁，能用10000兵去抵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西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言本是好的，言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再叫它再咸呢？话用在田里，话堆在粪里，都不合宜，只好掉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Amen。弟兄姐妹，在25节里面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极多是非常多的意思。记得在五饼二鱼的时候，有5000个男生、还没有记那些小孩跟女生，我想大概有10000吧，都没有说极多，我相信这个比较多吧。很多很多极多的人，路加着简描述极多的人与耶稣同行之后，却记载耶稣竟然转身说一些表面上比较负面的讯息，内容大概就是，无论任何人，如果他不做什么什么，就不能做耶稣的门徒。从路加这个着简的角度来看，记载这段经文实在是意味深长啊！因为从上下文来看，实在不需要记载这一段看似负面的经文。上文在说带筵席的比喻，下文就是食羊的比喻、食钱的比喻、浪子的比喻，到一直到16章精明管家的比喻，还有赖撒路的比喻。这些比喻可以说是一气呵成，成为耶稣比喻精彩的那个电视连续剧啊，配合不同的主题曲，我们一起看电视很开心啊，肯定能够得到非常高的收看率啊，绝对没有必要去记载这一段比较让人难看的那个内容。但是路加经过从起头开始的详细考察，加上按次序的写福音书的决心，让他不能不记载耶稣这一次转身的含义。弟兄姐妹，耶稣这个转身证明了极多的人
并不是他的目的。耶稣也许不想大家对于上文大筵席的比喻有错误的解读，养成错误的价值观。上文是怎样说呢？他大概是说有一个大筵席，本来邀请了许多的人参加，但是这许多的人竟然用同一个口音去推辞，大概就是有一个买了一块地，有一个买了五头牛，有一个要结婚。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价值观出现非常大的问题，因为他们都是事务繁忙，所以不能够抽时间去参加这个筵席。弟兄姐妹啊，其实我们都知道那个大筵席的比喻就是比喻那个重价的救恩吧，但是他们都把救恩看为廉价，都认为自己的事比较重要，所以这个主人后来发火不理他们，从街上就勉强所有的人来参加那个筵席了表面上看上去好像没有任何的要求，对不对？好像只是你来就可以了，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也许耶稣就是要我们不要有这个错觉，把他的救恩看为廉价吧。所以他转身要说明救恩的价值。弟兄姐妹，我们要清楚耶稣的转身，搞清楚一件事情，就是极多的人来到耶稣的身边不算什么，极多的人来到耶稣的身边不算什么。使徒行传记载，耶稣升天以后，圣灵降临之前，当时大概只有120个门徒在祷告等候圣灵，你记得吗？虽然120个人并不多但是120个门徒却缔造了教会的开始。当初极多的人剩下只有120个人，你看看，但是120个那么小的人却成就了教会的开始。这帮门徒非常珍惜这份重价的救恩，他们天天同心合一的祷告，并跟从圣灵的带领，结果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人数由3000人起跳，直到今天。弟兄姐妹啊，今天耶稣的转身明显的提醒我们，让教会有许多人只是一个起点，教会有许多人只是一个起点。我们做了很多外展的活动我们也做了，在Tracy 那边有理财讲座、心灵辅导的讲座、培养青少年的讲座、家庭幸福美满的讲座，就是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带动那些参加的人去理解救恩的贵重、救恩的宝贵的话，那很容易基督耶稣在他们心里面就成为心灵的鸡汤，甚至连我们自己都慢慢变质，只选择自己喜欢的活动来参加，却不会因为传福音的缘故来参加，更不用提门徒那个部分了。那教会看上去就很好，却华而不实。听过一个蜡烛的比喻，有一个蜡烛的师傅，他手艺非常高，他能够制造非常巨大的那个蜡烛比一个建筑物还大的，他还可以在蜡烛外面呢雕塑一些非常美丽的图像。有一次他受邀请为一个城市建立一个非常大的蜡烛因为他很忙，所以呢就很迟才开工。就由于他的工艺非常好吧，后来都赶得上做成那个巨型的蜡烛雕塑很美丽的图像旁人围观的时候，哇，觉得实在太好了。但是在他们想点起来的时候，却发觉中间那个蜡烛的那条线没有放进去，结果发挥不了蜡烛的功能。弟兄姐妹，其实教会不是一样吗？我们的核心不单单是搞很多那些讲座邀请很多人过来，我们也
要成为一个教会，有很多能够活出重价救恩的门徒。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像刚才比喻当中参加的人一样，看世界的价值高于属天的价值。我们要培养属天的价值，有着那个价值观，我们才能够珍惜我们的救恩，并甘心乐意的撇下一切来跟从耶稣基督，做一个精明的门徒。这样我们才能够发挥我们应当有的功能，就像盐发挥它的功能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要培养属天的价值观。最近我看见我看了一篇有关教导小孩去理财的文章。这位理财的专家他这样说的，我们从小就要向儿女灌输那个正确的价值观。因为培养正确的理财观念是以后他们成长的成功的第一步。他是这样认为，他因为小孩懂得认识代价，学习凡事都不能随手可得。他建议家长们可以发一些零钱给你小孩们，当然我们要从中引导他们吧，让他们学习自行的分配。比如说他要买东西，就要评估那个东西的价值。有时候也许他们很想买一个冰淇淋的就让他买吧。但是慢慢他就会学习懂得选择不吃，因为经过清楚的考虑以后，他们也许会把那个钱累积用在更有意义的、更有价值的事情上面，比如说买一些更贵重的东西，也许拿那些钱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也许可以offering 就是捐献去教会也好啊，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不单单培养他们的价值观念，也让他学习珍惜他所拥有的，而教到那个孩子价值观念的重自重，这是父母要以身作则，这是圣教，圣教是最重要的一环。因为孩子天生就是模仿父母的行为的。弟兄姐妹，我发觉这个跟我们跟从耶稣好像一样啊，就是我们就好像他的小孩一样，在他里面的生命其实就像培养是在他里面培养属天的价值观。我们在生命里面所拥有的其实都是神给我们的零钱，透过圣灵的引导，让我们学习在现在的生命里面评估价值，还有学习如何优先次序。不单单这样，我们还在耶稣在圣经里面，我们从耶稣圣经里面的言教，还有耶稣基督一直承传下来的圣教，让我们能够培养属天的价值观，懂得珍惜救恩，成为耶稣精明的门徒。那我们现在看一看经文的结构。经文呢，其实这样分的，有三个不能做我的门徒来贯穿，并用两个条件，并用两个条件来开始，还有一个例子后总结。让我们先看看作为门徒的两个条件吧。他说，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胜过爱我，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不能的意思是 not able to， 真的不能啊，就是就像你不买票就不能进来，不能。在马太福音的10:39，那你说不配。当我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看见不能加不配好像很负面的，但是我再想一下，我觉得原来非常的正面。不配，你记得约翰怎样说，施洗约翰说，我连耶稣的鞋带也不配去绑。
弟兄姐妹，你想一下，如果连约翰也说自己不配的话，那我们算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想一想，我们真的要很用心的去想一想，我们配不配得做耶稣的门徒？如果不是耶稣道成肉身为我们死，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是没可能做他的门徒。再说，我觉得我们连他去拯救我们，我们都不配。但是耶稣说，如果你不做这个，就不配做我的门徒。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做了就配了，对不对？那个是非常大的恩典。所以我们要真的努力去思考我们今天的经文。他说，到我这里来，若不胜过爱自己的父母，诸如此类的话，在原文里面是恨，其实是犹太式的表达，就是你要爱小一点。其实这经文就是在说，我们要懂得优先次序，把最有价值的放在首位。我们要有神在我们旁边，转到神在我们中间，我们在旁边。弟兄姐妹，神比起我们更爱我们的家人，更爱我们自己，他也懂得去爱，也有能力去爱。弟兄姐妹，其实我们都不懂得去爱哦，我们也不懂得去选择。有人爱事业，结果呢，得到事业就没有健康，错误的选择。我们没有能力去爱，我之前也分享过，如果我妈妈还有我太太掉进水里面，我先救谁呢？我们不懂去爱，也没有能力去爱，但是神不同，神可以两个都拯救上来，两个都是他的最爱。Amen。 我们没有能力去爱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罪的缘故，导致我们生命出现很多人与人之间的裂痕，让我们爱恨交加。我有很多例子，我就举一个例子吧。我小时候在香港吧，读书很紧张的，后来我就派上一个非常有名的小学。那我父母就很紧张，我每一天就是上课之后回家补习，吃饭再补习，再做功课。我真的很怕，所以导致我以后我就真的不太喜欢读书。直到我来美国以后呢，我都大学毕业吧，但是我没有尽力。我常常其实埋怨我的父母的，说你以前这样逼迫我，导致我没有尽我的能力去读书。其实这是不对的哈，但是我以前的确是这样去想，因为我有很大的阴影。但是跟他们聊这个话题呢，通常都没有好的收藏了，他们都不会太喜欢。他们就会怎样说，他们说，嘿，我以前小时候没有机会读书，到你长大以后，我就给所有的钱让你去读书，我应尽了我的责任了。你要不要怪我，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没有嫁我。那我去我的婆婆那边问她，她说我已经打仗，我哪有机会去做那么多事情，我都不懂。我一路的追溯到上面，根据圣经就追溯到去那个亚当还有夏娃那边。感谢耶稣基督凭着十字架给我们重价的救恩，解释了我的罪。认识主以后呢，一切都变成信德了。当我理解神的神圣以后呢，我明白了自己真的有罪啊！一切的罪其实是恨的根源。我当时候很清楚的知道，神用重价赎了我的罪。我明白耶稣竟然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之后他复活了。我相信他复活，还有我看他为我生命里面唯一的救主，我跟从他就是那么简单。神竟然给我再一次读书的机会，还给我能力，因为我以前记忆力不好啊，但是读书的时候记忆力很好啊，好了很多，不是很好了，好了很多吧。这一次没有人逼迫我，虽然
非常的辛苦，有时候啊，写文章的时候啊，我们说那些是生产之苦啊，但是我却很高兴啊，很开心啊，我妈妈也很安慰啊，我知道，耶稣一直在我前面引导我，就是这样，我一边读书，一边侍奉，一边不停的经历神，不同的见证，直到在垂死职堂啊当中，在对的时候出现对的事情的经历，环环紧扣。直到今天，弟兄姐妹，我今天可以很有信心的告诉你们，我经历了百倍的人生。我也可以，很有责任的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每一个人都可以。啊，我的意思不是说我自己很牛，就是真正是我不牛啊，让你看出神的大能，神是非常的牛的，因为他的恩典是很贵重。因为如果我们再看，就是在另外一处，耶稣在补充他怎样说呢？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耶稣在说，任何人只要你愿意撇下一切，就能够得到那个重价的救恩。也许你会问，哎呀，你也没有撇下一切，对不对？其实撇下一切的意思不是，不是说你要，当那个出家人哦，而是要你懂得在对的时候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就是在应该撇下的时候撇下。你想一想，彼得撇下一切去跟从耶稣，他已经结婚了，他有一个太太的，对不对？保罗在书信里面也有提及，Peter 就是彼得，他有太太啊，他没有离开他太太啊，对不对？彼得在撇下一切，撇下他自己的渔船以后，跟从耶稣，耶稣上十字架以后，他也回去啊，去打鱼啊，证明他还有那个船啊。马太撇下一切跟从耶稣以后，也可以请人家吃饭啊，对不对？他们其实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懂得优先次序，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是最有价值的。所以我们在应该撇下的时候撇下，不单单的永生，还经历百倍的人生。彼得也是这样，他有百倍的人生，以前只是一个渔夫，没有学问的，后来在使徒行传，相信路加 特意的去记载了，他讲到，他是耶稣的大弟子，他经历天使的拯救，他经历很多很多，不同的异象，非常奉盛的人生，百倍的人生。腓力，使徒行传记得吗？他被圣灵引导去跟那个太监去传福音啊，还被经历圣灵提他去啊，哇，非常百倍的人生。还有他把福音就传到去非洲了。还有保罗啊，保罗经历很多啊，他以前是逼迫教会的，后来他竟然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见他有很多的经历，他医病赶鬼， 受人追杀，很多生死的关头，但是有神保守他，有神保守他，结果福音就因为他传到我们今天中国人的那个地区里面。感谢神。你有没有发觉他们都是打从心底里面去跟随耶稣基督，因为他们以基督的心为心。在腓立比书，保罗是这样说的，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权夺，反倒虚己，除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谦卑，全心臣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是第一个首先撇下一切成为我们的榜样，他撇下一切，他的谦卑顺服我们都看见。彼得愿意效法耶稣，他愿意效法跟从，腓力也如是，保罗也如是。难怪保罗说，你当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吧。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也参加那个门徒训练，他们 assign 了一个保罗给我了，我在他身上学习谦卑的样式，在神面前谦卑。他真的很谦卑，他很忙，但是我看见他在应该撇下的时候撇下，虽然很忙，但是他也不会不理教会的侍奉，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知道我很喜欢看圣经，他很谦卑地告诉我，也许我回答不了你圣经的道理，但是如果你需要我的话，你随时打电话给我。这个是我很好的榜样。我在他身上，我看见耶稣基督的圣量，我学习了。我学习不是单单从圣经那个文学上面你很厉害很好，但是你活不出来就很糟糕。我在他身上我看见门徒的样式，我很感谢他，也很感谢神。弟兄姐妹，你愿意效法跟从耶稣基督吗？你愿意回应还有珍惜那个救恩吗？你同意的救恩是非常的重价吗？你愿意撇下你的事情去敬拜他，去跟他祷告，去在他的肢体里面团契，一起传福音，参加门徒训练吗？我跟你说，只要你肯撇下，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耶稣，那就可以了。因为经文是这样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在另外一处，在九章二十三节有一个补充，这是这样说的：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就应该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弟兄姐妹，大概就是这样吧。我很喜欢吃那个冰淇淋的啊，你要放下你的冰淇淋，拿一个合适的那个哑铃，找一个好的教练啊，跟从他去努力的 去举那个哑铃，才能够练成标准的肌肉，对不对？道理就是一样了啊。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撇下我们自己，舍己啊，之后我们才能够有那个空位去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背十字架的感觉也许很重，但是请你留意，我们只是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不是耶稣的十字架。我们只当有为耶稣基督受苦的心智，天天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啊，耶稣基督就会天天与你同在。 Amen。 弟兄姐妹，你要记得，耶稣 给你一个十字架，就一定会给你力量去背起来。这个经文也补充多一点吧，就是他提醒我们要舍己，意思就是要否定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跟从耶稣，我们要撇下一切之外，还要否定我们自己的，比如说从前的价值观，否定自己从前的逻辑，因为我们不是在成就人的事情，而是神的事情。我们只管与神同行吧，就有百倍的人生的经验吧。我看到这里，让我想起亚伯拉罕，他是非常的否定自己，他认定神是最厉害最好的，对不对？神promise 就是承诺他，他肯定有个儿子，结果真的给他了，
阿雷路亚，感谢神。但是神又叫他把他献祭给他给神哦，在这个逻辑底下，他不能够不否定自己之前所有的概念、所有的逻辑来跟从神哦。我们如果只是看旧约的时候，我们看见啊，为什么他会这样做，那么残忍，是不是很迷信呢？原来不是，在希伯来书说，原来他也相信神的大能，相信死人复活，相信那个死人复活啊，就算今天都很难，对不对？如果没有圣灵在你心中动工，很难。但是难怪他是信心之父吧。我在这里想分享一个最近在教会里面一个共同的经历，也很多，这就是我要否定我自己才能够跟我的弟兄姐妹一起做出来的一个见证。就是大概在两个礼拜之前，是不是两个礼拜之前左右吧，有一个姐妹，她就是告诉我她爸爸快不行了，快要回天家，然后就邀请我打电话给他爸爸祷告。然后我就打电话过去啊，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很清醒的，他不像病的。我跟他祷告以后，过两三天他就去了。啊，我就觉得啊，为什么那么快的啊？感谢神，他已经信主了。那过几天以后，我又打电话给另外一个弟兄。刚好他就告诉我他妈妈也快不行了，所以我就圣灵就告诉我，哎，你记得上一次吗？那我就有一个催逼感，我就问，哎，他信主没有啊？后来发觉他还没有信主，但是我的那个弟兄他很好的，但是他也告诉我，也许都不太可能，也许很难，他觉得好像有一个石头在心里面很重。然后我有一个圣灵的吹笔，我就说，哎，我们赶时间找你妈妈去聊天吧。结果呢第二天真的找到一个机会跟她聊天啊，当时候刚刚就是有祷告会吧。啊，我们聊天聊得很好，聊了45分钟，当中她很清醒，我说什么她都知道，她也告诉我以前的事情。我突然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我就问她，那你死了以后有什么打算？很奇怪哦，他的答案更奇怪。他告诉我，他说如果耶稣基督来接我的话，那我就跟他走。感谢神，我就问他，哎，那我解释那个救恩给他，我就是 confirm 了两次，就是你相信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死为我们死吗？你相信自己是有罪吗？你相信耶稣死了以后复活吗？所有的 checklist 我都 check 两次 confirmed， 结果他真的信主了，哈利路亚！我也很懵啊，我就不知道，哎，究竟为什么那么容易？这我再确定一下啊。如果你醒过来看见耶稣，你愿不愿意侍奉他？他说我很愿意，感谢神。如果平时来说，我就会否定我自己吧，因为我们之前也聊过，好像不太可能。但是否定自己，舍己啊，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耶稣就会透过我们来做一些我们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在 Tracy 职堂也是一个例子啊，因为听起来是很难，其实是有时候会辛苦吧，但是也不太难，当中有很多不容易的时候，但是每次神都会在当中在对的时间差派对的人来帮忙。我们现在买了个 building 我们也很努力啊，去搞那个 permit 啊。也是有一些人问，哎，会不会你觉得太贵吗？其实我没有想，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跟从神的话，如果那个是神的工作的话，那几百万算什么？一个一我都不会想，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放下我们的逻辑跟从神。那个是我觉得跟从神是非常好玩的，是一步一步的经历实在的重量的时候，才发觉恩典是够用的。我们要放下自己，背起十字架。有时候我们真的要付出很多的代价，有时候会很辛苦，但是请你记得好戏在后头，
我们都要知道，因为神在我们中间，我们要放下我们的冰淇淋，拿起那个哑铃啊去做运动，有时候很辛苦，但是之后你有肌肉的时候就会很开心。弟兄姐妹啊，今天耶稣的转身就是要问你，愿意放下你自己吗？你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吗？如果你没有信主的话，我邀请你，很简单，你相信自己有罪吗？就是神的神心里面是一点罪都没有，就是耶稣说你心里面有杀人的念头，有奸淫的念头，都算有罪。你肯认罪悔改吗？你相信耶稣为你钉上十字架，为我们死，解释我们的罪吗？你相信耶稣基督复活吗？你愿意跟随他做你人生的救主，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吗？如果你肯的话，你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了。我希望你可以在心里面做出一个祷告，就是我愿意跟从你，耶稣基督，我愿意跟从你。但是如果你已经信主的话，你愿意学习，继续的学习放下自己吗？愿意为耶稣有为耶稣受苦的性质吗？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要有很多时间，我们要门训，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付出很多。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派传单会被骂的啊。有时候我们在教会搬东西啊，也会很辛苦啊。我在以前我因为我的腰不太好，但是神就派人帮忙，我看见神的在我前面走，然后我就很开心了。我们要常常记得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能够颠覆我们的人生他释放我们当时候你信主的感动还有震撼，你今天还记得吗？如果你记得的话，你记得的话，你就知道恩典是非常的贵重。如果你说哎呀，我信主了，我没有那些经历啊，那我们就看看那个 checklist 吧，我们可以慢慢的改进吧。第一，你有没有常常来到耶稣的跟前呢？第二，就是有没有常常把耶稣放在首位呢？有没有放下自己呢？有没有受苦的性质，背起十字架的性质呢？有没有努力学习耶稣的言教还有圣教，并且跟从他呢？我们真的要坐下来再三的反思，我们究竟有没有属天的价值观念，以致我们能够珍惜那个救恩，并且做那个精明的门徒来跟随耶稣基督。最后呢，经文是这样的，有两个例子之后就conclusion 了。他说你哪一个不先坐下来你要起那个房子计算一下呢恐怕会给人笑。其实你大概就是叫我们不要半途而废吧。弟兄姐妹，也许你已经进入教会，但是我们还有一关，就是要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精明的门徒，你愿意吗？或者是有一个往去打仗，这里是其实是在说我们要做最好的决定，你决定好了没有啊？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里的撇下大概的意思就是 to renounce interest in something， 就是你要把所有的兴趣先放弃，因为我们已经得到至宝，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 set apart， 就是分别出来，从这些所有的东西分别出来，以基督的心为心，打从心底里面跟随耶稣，做一个分别为圣的门徒，着眼着光，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就会一起去履行那个大使命，成为我们人生的目标。你有一个目标，就是因为你知道啊，好戏在后头。我女儿做饭，因为她很喜欢吃，她煮第一次没有那么好吃，她不停的煮，就会越来越好吃。我们一起看看大使命。耶稣这样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个去是动起来，这个去这个动词会上瘾的，
但是这一次不是吸毒，因为吸毒你会失去你的生命，但是那个上瘾不停的去是做门徒训练，是让我们得生命。还有呢，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教训他们遵守，所以我们要先自己学会啊，可以言教，还有在我们行出来有一个门徒的圣教，那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图画。因为我们这样做，耶稣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那教会就会透过我们显示出来，在地若天，因为天国就在地上。弟兄姐妹，愿我们每一个都能够正面的去看门徒的代价，天天的付出，天天的收取，成为精明的门徒，得着百倍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故意的讲这段圣经给我们去认识，更了解跟从你的意思。请你都给我们有一个背起十字架的心智，因为你的救恩非常的宝贵，我们感谢你。盼望我们在疫情当中，我们在家里面的时候，好好的装备自己啊，参加门训。如果已经参加门训的，我们继续努力去了解你，让我们从言教还有圣教上面也可以显你为大。感谢你继续培养我们做你的精明的门徒，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继续的与我们同在。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你依旧是我们，造就我们为你征战，祝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真实地悔改，回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扫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一生讨你喜悦。主，你依旧是我们，造就我们为你征战，主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主我们真实地悔改，回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一生讨你喜悦。主，我们真实地悔改，回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
求你洒在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一生讨你喜悦。谢谢各位跟我们一同在网上崇拜，现在我们一同低头，我们一同领受从上而来的祝福。但愿耶稣基督你的恩惠，上帝父神你的慈爱，圣灵给我们的沟通跟团契与我们同在，一直到我们见你的面。 Amen。